Hello，等一下，右上角的星星会开始倒数十秒。请问，第一个字母是 P 的铅笔 ，pencil 有几支呢？第一个字母是 P 的 pencil 铅笔有两支哦，你答对了吗？美国节日你知道几个呢？十月十二日就是哥伦布日 Columbus Day， 这是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纪念日哦。